下礼拜是7月8号，我们就在15号见了哈。搜一下，我们再来读一下。这样讲能稍微理解些吧？哦，假如你们有稍微理解，那大家去看我们。那我说我们的这个什么，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这个进法虚体就这样。有时候思路好像还不是很通，可是多常常思维以后，久慢慢那个思路就更清晰了。好，刚才同学讲的那个。刚刚我们讲到五分法身的时候，刚刚这样一提一提一提，对不对？慢慢的就从文字里面，那个祖师大德他们都很简单点到，因为他们懂，他认为我们应该懂，结果我们把它会错。我们讲又要去配什么三德，或者什么，最后原来是配法报化三身嘛，那将来解释就可以解释五分法身就更能透彻了，这样子，好的，那向下我们讲不带了。这种天然的豆干，天然绿茶豆干，无好食呢。啊，看了感觉未歹食，结果食无好食。这是那种，那个好像什么树啊？这里班的同学分的，先分一包。阿里山都是茶叶哦，天然，都是天然的哦。阿里山，好了，这个也是做起来，天然有做这样的东西啊，大寒炭。好，这个天然的阿里山芝麻饼，煎芝麻。Thank you.
煎饼。再买些煎饼。难道这个也是？哦，我们拢天然的啦，天然的就爱贪钱的，但还没做。啊，物件也无好食，啊，但还做。这边啊，两块。好。